起来欢迎蜜雪薇琪。这几年13年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当年你们是算是最好的时候，他突然间就跑去结婚了。对，啊，美少先结婚，你先结婚，他结婚，然后我大学毕业。彼此的老公都有认识吗？有啊有啊，认识啊。我们都会一起带小朋友去公园玩啊，吃饭啊。对啊，想象卸下了明星的光环之后，其实过平常人的日子也是快乐的。对，很开心。但是喜欢唱歌这件事情永远不会改变。对，对不对？尤其 Michelle 她还是那个儿，我现在是伯克利的儿子的学姐。对，伯克利的，对呀，那是很不容易的学校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我记得13年前我们上宪哥节目，宪哥都会让我们就是都很照顾我们，对，一定要，因为以前是同，而且还是正经人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啊，他一直跟所有人，对，他是正经人，不会，很重要，因为我这个人呢，我跟小钟其实我们心灵是契合的，对，要跟我当深交的朋友很不容易。很难，很难。对，我不会去。哎，我们留个电话，站在拉塞，我又不是张立东。对呀，对呀。宪哥，宪哥，你有那么需要澄清你是正经人这件事情？通常正经人不会说，不会说，哎，我是正经人，我是正经人，不是怪怪的，被误解太多了嘛，太多了。我们当时大家都觉得，哎呀，这东西是很色胚啊，我会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有没有节目的时候？对呀，照顾我们而已。嗯，谢谢两位的捧场。我们现在就来回味一下10年前的表演，好吧？哇，来来来！我们现在就来回味一下10年前的表演，好吧？哇，来来来！这熟悉的声音正是10年前蜜雪薇琪火红之作，暌违9年再次合体。这次蜜雪薇琪要用人们熟悉的旋律重新诠释，观众们请竖起你们的耳朵。看他的眼泪，跟你流眼泪，会想要掉眼泪。他们应该算是你们两个人应该算是最优质的双人团体，史上最优质，再也没有比你们优质了。没有啦，还有你看那个什么的景文清、锦绣二小姐，不要这样，也是很棒，对呀，他是民歌挂的，对不对？不一样类型哦。然后他们在这个网络上贴出来这个。FB 上面推出来说啊，两个人有可能复合什么，哇，不得了了！所有的网友狂按赞53万个赞，跪求敲碗，哎呦，赶快合体，吓一跳。那时候 PO 这个影片的时候吓一大跳。那有规划吗？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没有，只是纯粹想要分享音乐，然后我们就 PO 在我们的脸书上，没有想到就这么大的支持。对，哇，那会担心吗？两个人会不会担心？担心什么？担心比如说只有21票，然后还要被。53万个赞嘛，对不对？他刚演到已经眼泪快掉下来，结果那个咚咚咚，重点是都已经下跪了。其实很紧张哎。两位上一次是什么时候？什么？表演唱歌了，一起表演是什么时候？我们上次两个一起表演是9年前吧？哎呦，9年前呐，这么久，吓一跳，以为是已经完全停掉了。蜜雪薇琪从。期待，一起来欢迎蜜雪薇琪。谁会先知道，可能会有多少？去掉一半的自己，然后互相撞击。谁想到更好，我有双份的我。欣赏你赞美我，挑战你解决我，交手中看到真正的我。爱让我聪明的独立，用自己去爱人，我定想要的东西，用一半你进城里，准备随时能独立，不贪心不委屈，用创每一个遭遇都跟自己有关系。
爱，也没有色彩，结冰的眼泪还有一些温暖，是否勇敢爱，像美丽的水单纯无害，希望爱永远存在。爱爱爱，它消失得好快快快，我来不及问 why why， 一颗心傻傻等待。深深的问 why why， 爱要幸福的爱，爱上 Eskimo， 活在白色世界，背上冰冷冷的雪。才不会五十三人要按赞，对不对？最美好的部分在于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就在两个人有些微的紧张，然后感觉这个有一种该怎么说呢？近乡情怯，而且他们两个在这个对唱的过程，眼神交流，然后好像给彼此力量，好像离家十几年的孩子突然间回到自己的土地，进入到村子，这个熟悉的一切，踏进去的那一步，他的每一步都那么缓慢，他每一个动作都代表了这十几年来所有的思念。